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文波。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据说句型。我们都知道，在口语当中或者写作当中，经常会用到据说、据说、据报道，各种各样的句。但是很多同学呢，就以为就换 it is said that, it is reported that 等等，以为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结构而已。它实际上呢，这个结构背后有很多很丰富的东西。我们下面给大家揭示一下这个据说句型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第一种，我们都知道，虽然是据说 it is said that, 这是一个被动语态，它实际上来自于主动，实际上是人们都说什么什么 people say that 什么东西什么人怎么怎么着。比如说举个例子，芙蓉姐姐据说在新东方上过课，那 people say that 芙蓉姐姐曾经怎么怎么着，后面该怎么写怎么写，是吧？我们也可以变成被动语态，把 people say that say 后面一个宾语，整个一个句子在主语，做一个主语，我们说 that 引导了一个句子做主语，然后 is said by people 是吧 ？that 这样的一个句子呢，太头重脚轻了，我们用一个 it 来代替，变成了 it is said that 什么怎么着？这个呢是也是我们同学比较熟的，但是下面一个句子可能同学就不太熟了。A is said to， 比如说刚才说的芙蓉姐姐曾经在新东方学过，你可以说芙蓉姐姐 is said to have studied in your and school。我们可以把宾语，就是这个宾语从句当中的这个主语啊，整个提前。人们都说他怎么讲，他被说 A is said to， 是不是？我们可以这样来变。而且就算这三个句型呢，第一个句型应该说比较简单，我们不说了，我们主要看第二个和第三个句子到底是如何进一步的去衍生。比如说。It is said that， 那可以是据说，可以是据报道，而且前面可以时态，可以现在过去，可以将来，前面还可以加情态动词，必须要指出 it must be pointed out that， 是吧？我还可以加一些副词，所以这样的一个句型呢，它有很多种可能性，比如说时态可以变啊，据说就现在说过去说，一直以来都说，那据说有据报道，动词可以换，还可以加情态动词吧？我们必须要指出，应该指出等等，还可以加副词，全宇宙的人都承认 is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等等。我们时态可以变，动词可以变，可以加情态动词，可以加副词等等。我们先看时态 ，It is said that, it was said that, it has been said that, or it had been said。到过去某点位置之前，一直人们都说。动词可以变 ，It's rumored， 据谣传。老师，你说那个芙蓉姐在新东方学的是谣传嘛 ？It is rumored that， 还真不是谣传。我告诉你，在新东方进程白纸黑字写了 ，It is reported that， it's written that， 是吧？写下来了 ，It's written that， 据报道啊 ，It's reported that， it is thought that。据认为 ，it's believed that， 大家都以为什么什么 ，it suggests that， 那么有人建议 ，it's hopes that， 我们仍然希望什么什么，那么还可以加情态动词，比如说 it cannot be denied that， 我们无法否认的是 ，it may be argued， 或许有人会主张 ，it may be argued that， or 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that， 应该指出 ，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that， it must be admitted that， 我们必须承认等等等 ，it must be first known， it must be known be understood that， 我们必须知道等等等等，好了吧，我们总结一下，也就是说可以换时态可以呢，加动词可以加情态动词，实际上还有最后一点还可以加副词，比如说 it can be safely， 这个 safely 就是副词， it can be safely said that， it must first be known that， it must first be understood that， it's generally recognized that， 那么一般认为， it's strongly recommended that， 那么强烈建议， it is strongly recommended that， or it is sometimes asked that， 那么有的时候会问， it is still to be hoped， 我们仍然希望什么什么， it's universally accepted that， 人们普遍的希望什么什么什么，比如说在傲慢与偏见当中，我们都知道开头一句话叫 It's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全宇宙的人都承认，承认什么呢？一个单身的男的总是缺少一个漂亮的女的作为妻子，是吧？确实是全宇宙的人都这样认为。好，我们今天关于据说句型就给大家讲到这里，那我们可以自己去任意的去换，是吧？比如说刚才那个芙蓉姐姐曾经在新东方学过啊，当时是有故事的，据说她来了之后，人家同学教头姐都在看她，但是呢那个班主任老师不知道，然后呢班主任看班里情况有点异常，然后就问，然后呢学生说他是谁谁谁，后来呢那个班主任赶紧给那个区长打电话，区长赶紧给分校校长，分校校长又反映到集团，集团下文说一定给我看好了，千万不能让他上课什么什么什么跳艳舞，或者说整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影响新东方声誉，是吧？好，比如说他曾经在 People said that it is said thatIt's universally believed that 等等等，我们写作的时候就可以这样换就可以了。好了，今天就到这里，我们在后面呢有两个赏析的题，赏析完之后再结束吧。 It has long been known that 我们都知道 A taxi firm 一个出租车公司，什么样的出租车公司呢？ Called AAA cars has a big advantage over Zodiac cars when customers thumb through their phone directories。 这是考研的一道
阅读理解的一道题。It has long been known that， 看起来这个形式主语从句，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 it is said that 的一种变体，时态变成了现代完成时，加了一个 long 这样的一个副词，挺简单的。下面一个 ，In a bookstore， 在一个书店里面 ，a writer found all the books on the shelves were written by him， 发现书架上的书都被他写，都他写的，他就特别高兴，说其他作家的书呢？他问其他，于是就说了 ，they have been sold out， 其他的书都被卖完了，然后呢？这个作家就很痛苦，是吧？还有 been sold out， 在这里有一个被动语态的问题。好了，更多精彩请关注文博雅思。那么英语方面的咨询可以拨打3999三个九一个五，然后1777。你要考四个七吗？在这里有三个七哦。好，我们的网址文博.tv将会有更多的英语或者雅思类的视频，欢迎大家，谢谢。